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第十六讲国际间的生产要素移动。首先我们来看本讲次的课程重点。本讲次内容将先介绍国际间生产要素的移动，其次将介绍劳动移动与所得变化和重分配，最后则是要探讨资本移动与所得变化和重分配。在前面的讲次当中，我们都把观察的重点摆在商品的贸易。为了了解各种商品贸易的原因和影响，通常假设生产要素无法在国际间转业或移动，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不论是跨国的资金投资或是外籍劳工，都是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现象。因此本讲次你讨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包括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赚取价差。当国际间的要素报酬出现差异的时候，就表示还有提高生产效率的空间。此时透过国际间要素移动，将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可以增进全世界的产出水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国际间生产要素的移动。在要素禀赋理论当中，我们假设劳动和资本可以在各国内的 X 或 Y 材产业间自由转业和移动，结果造成各国内的 X 和 Y 材产业间的相对工资相等。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当中指出，国际间商品自由贸易的结果会进一步使各国国际间的相对价格趋于均等。在这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过程当中，要素报酬的自由转业和套利行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某产业的要素报酬较高的时候，就会有生产要素移动的现象。透过边际报酬递减的机制，平抑各产业间要素报酬存在的差异。因此在长期之下，各产业间的要素报酬就会趋于一致。在资讯传播快速、交通运输技术发达，而且国际资金市场开放的现代社会，当出现差异的时候，包括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将会迅速的移动以赚取价差。举例而言，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的部分统计资料显示，自从民国92年以来，来台工作的外籍劳工都在30万人以上，同时也占就业总人口数比例的3%以上，而且呈现逐年上扬的趋势。例如在我们第十讲的图10-3所示，这就说明了劳动要素移动日渐频繁的现象。至于资金的移入，自从民国79年12月28号开放外国专业投资机构投资我国股市以来，境外资金即以逐年增加的趋势投入台湾的股市。我们可以自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载自民国84年到97年的年资料绘制成图，如图16-1所示。观察图16-1的走势图，我们就可以发现，除了民国97年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之外，总累计汇入金额和持有股票市值占总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呈现逐年攀升的现象。从以上两个实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代国际间生产要素的移动是相当频繁的，而且其重要性也在逐年攀升。
以下我们将建立一个简单的国际社会，来观察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移动的原因和影响。在这个简单的国际社会当中，只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等两种，只生产一种商品 X， 而且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的现象。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我们就可以运用 Edgeworth 象形图进行分析，如图16:2所示。在图16:2当中，为了提升整体的效率，可以透过生产要素或是商品的移转来达成。为了达成效率的同时，使两国的商品使用量同时增加，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使不效率的生产均衡点 A 移到效率的均衡点 E star。 第一种做法是本国输出资本到外国，并且从外国进口商品 X 到本国。第二种做法是本国自外国引进劳动，并且将本国的商品 X 出口到外国。第三种做法是本国自外国引进劳动，并且将本国的资本输出到外国。这三种做法都可以使两国的商品使用量同时增加，而且可以提升生产效率。以下我们将简单的说明这些调整的过程。我们来看第一种，本国输出资本并进口商品。在原始的要素禀赋量之下，为了提升生产效率，本国可以输出 AB 单位的资本量到外国，生产均衡点将由点 A 移到点 B， 代表生产已经达到最有效率的情况。本国输出资本的结果使得两国的相对工资趋于均等。为了同时增加两国的商品使用量，本国可以自外国进口商品，这个商品贸易的结果使得商品的使用的均衡点由点 B 移到点 E star， 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达到增加两国商品使用量的目的。至于另外两种做法，则可以用相同的观察方式进行分析。以上我们就说明了国际间要素禀赋比例出现差异的时候，相对工资也会出现差异。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相对丰富的本国，其相对工资提高，为了提升全世界的生产效率，将会输出资本并输入劳动。而劳动相对丰富的外国，其相对工资较低，为了提升全世界的生产效率，将会输出劳动并输入资本。这样的结果十分类似以第九讲的要素禀赋理论的主张。以下我们将进一步观察生产要素移动之后各国的所得变化和所得分配的问题。为了分别观察劳动和资本的移动对所得的影响和重分配的问题，我们将劳动和资本的影响分别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劳动在国际间移动对所得的变化和重分配的问题，其次再来探讨资本在国际间移动的影响。接着我们将先休息一下，休息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探讨。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劳动移动与所得变化和重分配。本节将讨论劳动移动对所得的影响以及所得重分配的问题。我们将这些结果整理在表16:1。首先我们来看劳动移动前的所得水准和所得分配的情形。我们可以用图16:3来说明
劳动在国际间移动对所得变化和重分配的问题。在图16-3当中，本国和外国的原点分别为 OLH 和 OLF。 假设本国为劳动稀少的国家，本国和外国的劳动边际产量分别为 MPLH 和 MPLF， 都具有边际产量递减的现象。在不影响讨论主题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假设唯一的商品价格 PX 是1元，此时名目工资 W 就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在这样的假设之下，国际间的劳动可以自由移动前，本国的国内生产毛额等于国民生产毛额，可以用四边形 IAOLH 来表示。其中四边形 JADOLH 是劳动所得，三角形 IJA 是资本者所有者的所得，而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也等于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可以用四边形 MCDOLF 来表示。其中四边形 SCDOLF 是劳动所得，三角形 MCS 是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如表16-1的第二和第五列所示。接着我们来看劳动跨国就业的动机。在上述的假定之下，由于本国的劳动量相对稀少，外国的劳动量相对丰富，根据边际报酬递减的法则，本国的工资大于外国的工资，这种工资上的差异就提供了劳动跨国就业的动机。由于本国的工资水准较高，因此会吸引外国的劳动者移入本国就业。随着劳动者逐渐移入本国，本国的劳动边际产量将呈现递减的状态。在此同时，劳动者逐渐移出外国，外国劳动者的边际产量将呈现递增的现象。均衡的时候，本国总共自外国进口 DU 单位的劳动量，两国的工资水准将会相等，如线段 EU 所示的工资水准。当两国的工资相等的时候，就不再有劳动跨国就业的动机，因此劳动就不再跨国就业。在这种跨国就业的影响之下，两国的所得水准和所得分配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可以详细说明如下：本国引进劳动对本国所得的影响。在本国引进劳动以后，造成本国的国民所得的影响，用三角形 AVE 的产业这产值，这是一种提升生产效率的结果，表示劳动是由边际产值较低的外国移到边际产值较高的本国的时候，劳动的生产效率可以获得提升，如表16-1的第二和第三栏所示。接着我们来看本国引进劳动对本国所得分配的影响。引进外劳的本国国内生产毛额的产值，国民生产毛额增加了三角形 AVE 的产值，劳动者的所得减少了四边形 JABK 的产值，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增加四边形 JAEK 的产值，如表16-1的第二到第四列所示。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外国输出劳动对外国所得的影响。如果在本国工作的劳工与其将所得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比输出劳动前多了三角形 BCE 的所得，这是由于外国劳动提升生产效率的结果。四边形 BDUE
所代表的所得并不是在外国产生，所以不是外国的国民所得，但是这一部分的所得者是外国的国民，因此属于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所以外国输出劳动后的国民生产毛额为四边形 MEUOLF 再加上四边形 VDUE 竟增加了三角形 VCE 的所得，如表十六之一的第二和第三栏所示。接着我们继续看外国输出劳动对外国所得分配的影响。输出劳动的外国国内生产毛额减少了四边形 ECDU 的产值，国民生产毛额增加了三角形 VCE 的产值，劳动者的所得增加四边形 MVCS 的产值，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减少四边形 NECS 的产值，如表十六之一的第五到第七列所示。继续我们来看劳动移动对全世界所得的影响。本小节将探讨劳动移动对全世界所得的影响，此时不再有国内生产毛额和国民生产毛额的区别，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取国内生产毛额的衡量方式。在劳动开始移动之前，全世界的所得水准为本国和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总和，而劳动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后，全世界的所得水准会提高，总共增加了三角形 ACE 的产值。这个增加的产值可以借由加总两国在劳动移动以后所增加的国民生产毛额来获得，或是合计两国在劳动移动以后国内生产毛额的变动总和。这个结果就说明了当国际间的劳动报酬出现差异的时候，允许劳动者跨国就业，从边际产量较低的外国转往边际产量较高的本国，可以有效地提升生产效率，不但可以为劳动稀少的本国增加三角形 AVE 的所得，也可以为外国也可以为劳动丰富的外国增加三角形 VCE 的所得。至于全世界的所得重分配的议题，则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劳动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以后，引进劳动的本国，其劳动者的所得减少，而输出劳动的外国，其劳动者的所得增加。由于两国劳动边际产量的函数形态尚未做出精确的设定，一般而言，劳动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以后，无法明确判断全世界劳动者所得的变化情形。同时，资本拥有者所得变化也没有办法确定。劳动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以后，引进劳动的本国，其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变化将出现增加的现象，而输出劳动的外国，其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减少。同样，由于两国劳动边际产量的函数形态尚未做出明确的设定，一般而言，劳动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以后，也没有办法判断全世界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变化情形。但是如果合计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变化情形，则可以发现全世界的所得水准出现净增加的现象，如表十六之一的第八到第十列所示。接着我们将先休息一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资本移动的影响。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资本移动与所得变化和重分配。本节将探讨资本移动对所得的影响以及所得重分配的问题。我们将这些结果整理在表十六之二。首先，我们来看资本移动前的所得水准
和所得分配的情形，我们可以用图16-4来说明资本在国际间移动对所得变化和重分配的问题。在图16-4当中，本国和外国的原点分别为 OKH 和 OKF。 假设本国是资本丰富的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资本边际产量分别为 MPKH 和 MPKF， 都是具有边际产量递减的现象。在不影响讨论前提主题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假设唯一的商品价格 PX 是1元，这个时候名目利率 R 就会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 MPK。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国际间的资本开始移动前，本国的国内生产毛额等于国民生产毛额，可以用四边形 ICDOKH 来表示，其中三角形 ITC 是劳动所得，四边形 TCDOKH 是资本拥有者的所得，而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也等于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可以用四边形 MADOKF 来表示，其中三角形 MAJ 是劳动所得，四边形 JADOKF 是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如表16-2的第二和第五列所示。接着我们来看资本跨国移动的动机。在上述的设定之下，由于本国的资本量相对丰富，外国的资本量相对稀少，根据边际报酬递减法则，本国的利率将会小于外国的利率，这种利率上的差异就提供了资本跨国投资的动机。由于外国的利率水准较高，因此会吸引本国的资本投入外国，随着资本逐渐投入外国，外国的资本的边际产量会呈现递减的现象。在此同时，资本逐渐移出本国，本国的资本边际产量也会呈现递增的情形。均衡的时候，外国总共自本国引进了 DU 单位的资本，两国的利率水准就会相等，如现 EU 所示的利率水准。当两国的利率相等的时候，就不再有资本跨国投资的动机，因此资本就不再跨国移动。在这种跨国投机的影响之下，两国的所得水准和所得重分配都会受到影响，详细我们说明如下。首先我们来看本国输出资本对本国所得的影响。输出资本的本国及国内生产毛额减少了四边形 CDUE 的所得， CDUE 的所得可以分成四边形 CDUG 和三角形ECG 等两部分，其中四边形 CDUG 是本国输出资本前的资本拥有者所得，三角形 ECG 是本国输出资本前的劳动所得。如果投资在外国的资本所得 VDUE 全数汇回本国，则本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比输出资本前多了三角形 VCE 的所得，这是由于本国资本提升生产效率的结果。四边形 VDUE 所代表的所得并不是在本国产生，所以不是本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但是这部分的所得是本国的国民，因此属于本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所以本国输出资本后，国民生产毛额为四边形 IEUOKH 加上四边形 VDUE，竟增加了三角形 VCE 的所得，如表16-2的第二和第三栏所示。接着我们来看本国输出资本对本国所得分配的影响。在本国因为输出资本使本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的同时，本国的所得重分配也重新做了调整。输出资本的本国国内生产毛额减少四边形 CDUE 的产值，国民生产毛额增加了三角形 VCE 的产值，劳动者的所得减少四边形 KECT 的产值，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增加四边形 KBCT， 如表16-2的第二到第四列所示。接着我们来看外国引进资本对外国所得的影响。在外国引进 DU 单位的资本以后，
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就不再等于国民生产毛额，这个时候国内生产毛额为四边形 MEUOKF， 比起引进资本前的国内生产毛额多了四边形 ADUE 的产值，这个多出来的产值就可以分成两部分，分别是四边形 VDUE 和三角形 ABE， 其中 VDUE 是本国投资在外国的资本所得，虽然算在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之内，然而并不属于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如果外国的资金拥有者将他们的资本所得全数汇回本国，则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为四边形 MEUOKF 扣除四边形 VDUE 后的产值，也就是引进外资前的四边形 MADOKF 加上三角形 ABE。 整体而言，因为外国引进外资造成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三角形 ABE 的产值，这是一种提升资本生产效率的结果，表示资本由边际产值较低的本国移到边际产值较高的外国时，资本的生产效率获得提升，如表十六之二的第二和第三栏所示。第六，我们来看外国引进资本对外国所得分配的影响。至于外国因为引进外资使外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的同时，外国的所得分配也重新做了一些调整，引进资本的外国国内生产毛额增加了四边形 ADUE 的产值，国民生产毛额增加三角形 ABE， 劳动者的所得增加四边形 JAEN， 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减少了四边形 JABN， 如表十六之二的第五到第七列所示。最后我们来看资本移动对全世界所得的影响。本小节将探讨资本移动对全世界所得的影响，此时不再有国内生产毛额和国民生产毛额的差别，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取国内生产毛额的衡量方式，在资本移动以前，全世界的所得水准为本国和外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总和，而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后，全世界的所得水准提升，总共增加了三角形 ACE， 这个增加的产值可以借由加总两国的资本移动以后所增加的国民生产毛额来获得，或者合计两国的资本移动以后国内生产毛额的变动总和。这个结果就说明了当国际间的资本报酬出现差异的时候，允许资本跨国移动，从边际产量较低的外国转往边际产量较高的本国，可以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不但可以为资本丰富的本国增加所得，也可以为资本稀少的外国增加所得。至于全世界的所得重分配的议题，则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资本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后，输出资本的本国其劳动者的所得减少，而引进资本的外国其劳动者的所得增加。由于两国资本边际产量的函数形态没有做出精确的设定，一般来讲，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后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同时，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变化也没有办法确定，资本在国际间自由移动后输出资本的本国其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增加，而引进资本的外国其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减少。同样，由于两国的资本边际产量函数形态不确定，一般而言我们就无法确定这个所得水准的变化。但是如果合计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的所得变化情形，则可以发现全世界的所得水准出现净增加的现象，如表十六之二的第八到第十列所示。以上就是第十六讲的内容，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